你好哥，你去体育馆吗？体育馆去。你多少钱呢？120，收你了。哎呀，你这120太贵了。我听我爸说，体育馆离得可近了，走两步路就到了。你便宜点。不是你做不做呀？120可以讲价。那最低多少钱呢？最低15。啊？15。我这就7块钱了，你收我一段吧，行吗？好，闲着也是闲着。7块钱就7块钱，行。对，好。走路容易。嗯。你给安全带系好了，哎，好，好了，哎，行，走吧，你下车吧，啊，下车吧，还没走呢，马路对面那不是吗？那马路对面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？那你自己非得上来，那能赖我呀？你这不，你把那7块钱给我，什么7块钱？你车是不坐了，赶紧下去吧你。哎呦，你真是，哎呦，你妈！老板，我要一个冰淇淋。你要什么冰淇淋啊？和昨天一样的。10块。那不是昨天才5块了吧？天气这么热，我都没开空调，收你5块辛苦费怎么了？哪吒。老板你真幽默。幽默个啥？冰淇淋没有啦，快走吧。哥。嗯。我谈恋爱了。好事啊。我前2天去他家了。哎，怎么说的？到他家，我又看中他哥了。然后我生病，他爸照顾我，我又相中他爸了。我说这咋办呢？你赶紧离他爷爷远点吧。老公。啊？你知道我现在多少斤了吗？快100斤了。那如果有人拿100斤的钱换我，你愿意吗？我不愿意啊，我肯定不愿意的。等我把你养到200斤，我再卖。我是地主，我先出。三儿，大王，过，飞机，过。过顺子剩一颗，我炸！大哥，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对不起了，休怪小弟无礼。哼，三，不要。三，嗯，不要。我没猜错啊，二弟手里剩个三儿吧？废话。剩别的我早跑了。给你出一个问题，只要是你答对了，一等奖奥迪 A8 一辆，二等奖黄金一斤，三等奖苹果叉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来来。今晚双色球开奖号码是多少呢？你别笑，你别笑。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让你得到我。我不想得到你。话别说的这么绝，我很好得，一得就能得到。我没时间，你抽空得。请问几个？11个人。11个人啊？不是11个人，21个人。那样21个？不是21个人，71个人。71个啊？不用。OK， 大哥你听错，91个人。天，91个。250，11个人。251个，你要包场啊？天，你是不是贵州人？我讲贵州话你也听不懂。嗯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导航去大连市。开始导航，大雷音寺，全程108千里，大概需要22年，到桥费需要22万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知道你为啥没有对象吗？因为其他女孩子在听到男孩讲笑话的时候，人家是这样笑的。你听到男孩子给你讲笑话的时候，你是这样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喂，喂，你在哪里？我在房间看书呢。我提前回来了，已经到家楼下了。Run.
买什么车啊？坐公交不是很好吗？坐公交太挤了。行，我给你捋一捋啊，看我们这条件适合买什么车。你看啊，马云他有1500亿，他的座驾是600万的迈巴赫，我们呢有100万，应该买什么车呢？马云他的座驾占他资产的10万分之4，这么算下来的话，我们的座驾就应该在40块钱左右。40块钱的话，我们走道都不能穿鞋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还没有100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反腿都多余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所以你要知足了。我们出门坐公交都已经很奢侈了。哇，这是高老师。我的男人这辈子心里都不能有两个女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过来！你妈不要你了，你出去！以后不要再回来了。你别走，你别走！分手啊！能不能不分手？那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答对了，我们就不分手。你问。这个手机是什么牌子？사랑을했다华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啥星座？白羊座。太合了。你什么座？为你量身定做。哎呀！我没房，我有。我没车，我有。我有病，我也有。媳妇儿，我出去玩会儿牌。不行。一会儿就回来。不行。哎，你还记得上回跟他一起吃饭的小王吗？啊，记得。疯了。疯了。啊。为啥呀？就是因为上回，她老公要出去玩，小王不让去。直接让她老公打疯了，至于吗？那我出去玩，你还有啥要说的不？有说的，你就赶紧说。说完了呢，我好赶紧出去玩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先去做饭了。姐，来来来！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去拿碗筷过来一起吃。不用，老婆收起来吧。收起来干嘛呀？刚刚的龙虾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披萨、烧鸭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呢，我手机坏了，发不了朋友圈。所以拿过来呀，你看看我们今晚吃啥。小朋友，天气这么凉会吃坏身体的。我奶奶活了103岁。你奶奶吃雪糕吃的？不是，她从来不管闲事。你喜欢我哪一点？温柔。还有呢？体贴。还有呢？还有主见，还有善解人意。你他妈说我漂亮能死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嗯，马上就夏天了，我们去买个空调吧。家里啥条件，心里没点数啊？不买。老公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潘金莲，她要不是因为天太热了，她会推开窗吗？她要是不推开窗，她会遇见西门庆吗？他要是没有遇到西门庆，大王会死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走，我们赶紧去吧。现在去，走。哎，你别笑。我也不想干活呀，我也想骗财骗色呀。
可是实力它不容许呀，是不是呀，哥？媳妇啊，问你事儿。啥事？你说俺们老爷们一天搁外边上班、奔波啥的，这么辛苦，偶尔出一次两次轨，你能介意不？那不能介意。你妈媳妇你真好。那老公，我也问你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看俺们女人生孩子这么辛苦，偶尔生他一个两个不是你的，你能介意不？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你说假如你买彩票，你中五万万了，你是不是能领我去整整容呢？嗯。老公，你说你想先给我整哪儿呢？我先给你整走。